是小梅，今天来到了这边啦 ，LMS 的现场，早上全明星赛没看到，好烦哦，因为早上有这个 Intel 的工作，所以就跑去工作了。现在我们要赶快入场，因为我要迟到了，六点开打，我们快点走吧，去领票，走走走。可恶！我刚被妮妮他们耍。他们因为今天我们是一起进来的，然后我们有那个票券。他说妮妮就跟我说什么，如果你今天要进来的话，你要跟柜台说你是 A B 里面年纪最大的，你才可以领票。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我刚才你就说哦，我是那个 A B， 然后还说哦，不用这个看这个票，直接看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直接入场，在那边骗人。刚刚发生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我现在真的要讲通关密语，我才能够领到这个票。所以，那个你好，请挑战名次。我是魔镜年纪最大的时空组贝利梅，请问可以给我票吗？谢谢，拿到票了。好可怜哦。妈的，死你逆子，可恶！谢谢。没有啊，看，超丢脸。要开始了，要开始。妈的，臭小孩，为什么？妈，可恶！我觉得小蛇跟 K 最大的差别，他们一样都是可以指挥的类型，但是小蛇的风更加的全面一点，就是他可以直接看到一分钟的时候说我应该要换线，我应该要换到上，预示着我要控。但 K 的话会比较是当下直观的，30秒内我可能要做这一波。能上这台？哎，到现场真的能上这台？真的，还有前面的表演，我觉得是超越了我今天来这里的期待。对，没有错，大家的期待真的。如果选李欣的话呢，就变成我无情选下去了。一定要做事，这压力蛮大的，一定要做事情的。今天呢，在我们这个夏季总决赛呢，有一段特别的 cosplay 表演。现在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邀请这三位非常重量级的贵宾来上来，要不要跟我们现场所有观众先打声招呼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性感女仆奈德瓦，大家好。哎，拍起来就变这样，感谢妮妮子的示范。